Hello，WSD，F 保存，F7 加速，加载。抗座椅再找。我应该不适合玩这款哦。新游戏。永远别对他放松警戒，建造瞭望塔十分纯熟，开始加1015每个，已拿下的领地能获得加二塔罗。喜欢毒不知道，这招火球，确保定期士兵他的训练他的士兵，加400黄金每个拿下的领地获得加一魔，也是更便宜。一个少言寡语三人斧头，每一个征服的一个幸运都不用算上，每个人啊。哎，没玩过，所以都看都应该说也没有怎么讲，也没有看人玩过这个，不是、啊，就是没有很深入的看完人家玩这个，就是觉得有兴趣啊，但是就是没有去看。那这个也是买很久的。靠腰阿伯，像这种我就觉得我不适合我玩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控制小人然后去打，像世纪帝国那种东西就不适合我玩。钢板是要玩另外一款，可是真的快睡着了，所以罗阿德找到对手变级，然后你在这里，我去控制所有麒麟鱼啊，玩这个好了，先轻松玩。怎么玩啊？然后嘞，哦，盖一个，然后给他们放哦。然后嘞，你们暂停一下，我想要学习怎么玩。滴滴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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收集资源。你好，这怎么玩啊？哦，自己会收集吗？我真的不会玩不好意思。如果玩得很差，请见谅啊，真的请见谅。木材，我要怎么收集木材？他变僵尸了欸，哦哦，有了。不是要睡了，我真的快睡着了，不要逼我。体力150，打得赢吗？开门杀！
占领，哒哒哒。我只知道这样子放一放，然后就这样。欸，我记得有补血的啊，黄金怎么取得？对。什么我好会侵略别人家？这不是只能侵略了吗？不然怎么办？这怎么玩？木头、食物。哎、欸，看来该换游戏了。后面又好不知道干嘛、喔。好，再往这边走。的，是不是要换游戏呀？我不知道干嘛哦。这个是食物的。300 140攻击。嘟嘟嘟嘟。太难了吧！我的天，920黄金在这里吗？不是，340。黄金砸来呀、啊！哦，这个哦。一个领地只能一个银行，这个就我在找的，你在找什么？我有新配方，
我的 king。也不用多来啊，那个谁打我？一二，冲啊！这啥游戏啊？环形帝国，翻译是这样叫的啦。就是那种策略游戏。但是我最不会玩就是这种类型游戏了。好白痴哦，又盖了一个阿姨呀。过了，盖过了，盖过了，盖过了。好，这边放二三四。2000多兵力耶，应该可以了吧？准备好弹道，增加这个好了。乱按，好，预备。杀！什么东西？结束了？没有啦。不是，这种。这种游戏就是真的不适合我玩，这是好游戏啊，只是
你要知道，就是有些人适合玩一些游戏，有些人不适合。我就是不适合玩这种东西的，我没有办法一次顾太多东西。哦，等一下，大哥，要怎么讲？就是，就个性啊，就是比如说你突然就是，比如说你在打报告，打报告，在工作的时候打报告。他就是中规中矩的嘛，就一条线打过来啊。突然就是主管要你突然又是多加一样东西呀、啊，打完这个换另外一个啊，然后要同时进行或什么的，我就觉得啊，反应不过来，没办法玩，懂吗？我就是这种啦。啊，这个就是游戏模式，你可以这样就进去选你的那个。起始的那个能力，像我刚刚就是选这个嘛，那就是我刚刚站立之后，就是刚刚直接加两个塔罗，我觉得这个不错。那至于这个嘞，就是这个是只要打怪兽，打死怪兽就好了。那这个是要占领地。哦，不是啊，这个啦，这个才是，这个是你所有的领地都要是你的才过关。还要玩吗？我觉得我真的很不会玩这个欸。那这个就是游戏难度，这个是3×3嘛，9个领地啊，这个是4×4。开始游戏啊。120、170，100木材。然后开台前一直在找歌厅，可是就是。想说开画图台，可是画图又不能播版权的歌，就觉得哦，阿瓦西贝是安娜森，懂吗？冲啊！冲啊！什么啊？黄金？哎呦，太棒了！怪物，怪物哦，这边都好佛心哦。我会慢慢登，慢慢登，慢慢登，慢慢登。哎、欸、啊，不是啊，没木头啦，帮我采个木头啊。算了，这边有木头，杀！